如果你没吃过猪肉汤饭，别说你来过釜山。十几年前刚来韩国留学的时候，我的愿望就是每天能吃上这一碗猪肉汤饭。热乎乎的猪肉汤饭上桌了，这家店比其他家贵个10块20块，肉也真的很多，加点虾酱和胡椒粉，调调咸蛋，然后咱给它搅和搅和，再放点韭菜，再这么一拌，是不是看起来营养就丰富了？然后你瞅我朋友吃的都没空搭理我，桌上放这些小菜你随便吃，千万别客气，然后你别瞅这一碗乱七八糟的猪肉啊、米肠啊、内脏啊，咱什么都有，这还给你提供一流小面条让你溜溜缝。韩国人少不了泡菜呀，咱再整一口泡菜也老香了。汤饭汤饭一定得有饭，萝卜块你也像我这样来一口。家庭条件好的，我再推荐你点这一盘肉，这是五花肉和猪颈肉的双拼，等一块蘸点芥末，可以像对面桌那小伙这么包着吃。我们坐这位置老闭了，这就是海云台的步行一条街，这一大碗下肚老满足了，汤喝见底儿。世界那么大，我们去吃吃看。